我的建议，我们如果要超越新加坡跟香港，你就要把桃园跟高雄一个航空城，一个高雄的这个海港，我们把我们的空运跟海运做到全世界第一，我不相信我们会输香港、新加坡。他们的地那么小，他们的工业差我们太多了。重新启动这自由经济示范区，我们不能在那边试点试点，要大破力、大破大力，继续推，不要怕。不要怕可以亏地给蓝的还绿的，你不关这个，只要台湾的巴豆打给巴豆过后，这个才是硬道理了。